代表民进党参选宜兰县长的江聪渊参访陈市博览会，受到市长刘昌和立委蔡适应热烈欢迎。其实应该是作为台湾跟全球竞争的一个发动机。市长刘昌当起了导览员，江聪渊看到基隆这几年的转变。基隆也是台湾头，也是一个国际接轨的城市啦，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执政者有这么好的一个能力哈。今天也特别来取经啦、也希望说学习右昌的这种执政最好的成果成绩哈，在我们宜兰也可以来做最好的一个学习连结的一个关系啦。最重要是说看到一个在结合台湾发展上面有很多中央的资源跟地方相互结合，这个是非常重要哈。基隆有这个港口有这个国道也有轨道相关的这一种这个建设的铺陈都是很重要哈。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能够这个基隆宜兰其实就是相连结，而且有很多的宜兰乡亲都在基隆这边任职啦哈，或者来这边这个安居乐业。江聪渊对蔡适应赞誉有加，强调他是接棒基隆的国人选。适应在这个立法院是第一名的立委哈，各项的表现都是大家有目共睹，而且在替基隆争取预算上面更是不遗余力。我们看到这个右昌有这么好的一个执政成果，其实跟适应委员是有连带关系的。他用最大的力量争取很多的预算，在整个建设铺陈上面有一番成果。所以这个等于也是替他自己在打下未来要执政的一个基础成果啦哈。所以由他来接棒，这个是最适合的一个事情哈。他对基隆的了解，对于这个基隆的未来，对预算的争取，整个铺陈他都了若指掌。比如说就基隆来讲，发挥海港城市的优点，发挥大台北都会区里面宜居城市的优点，而宜兰可能就发挥他独特的角色，甚至是大台北都会区里面大家在六日最想要去的一个地方。那如何？但是这个还有相关很多的配套措施，那这个都是我跟聪渊兄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在我们各自的领域里面必须要好好的来努力的一个方向跟目标。这个蔡适应委员接下来要接棒参选基隆市长，那我们江聪渊这个接下来是我们的宜兰县长所以非常欢迎他们来，然后我也跟他们做一些市政上面的交流跟分享。我想这个一棒接一棒棒棒是强棒我希望他们两位都能够接棒来继续基隆市政以及宜兰的一个蜕变跟发展。那我对他们两个的专业还有他们政治上的能力也非常的有信心所以非常谢谢欢迎他们今天来做这个访问。蔡适应和江聪渊合体已经打算共同为基隆和宜兰县的未来建设全力以赴。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